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Mr. T, the teachers all know the importance of encouraging self-expression in students' language production, but many of them wonder how to do it in their classrooms. Do you have a video lesson that can help? Yes, let's visit Ms. Zhao's Chinese class. The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e unit buying clothes. In this specific lesson, they are talking about how to select clothes. I can se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ar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clothes, then express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and also present a dialogue at a clothing store. These tasks would require a lot of self-expression. I wonder how Ms. Zhao prepared the students for these tasks. As you will see in a minute, Ms. Zhao had the students organize their criteria for selecting clothes into categories. How did the teacher do it? Let's see some video clips from that class. 好,那你们看,他是谁?他是谁?这不是服务员,这是谁?这是谁?是奥巴马,奥巴马在干,在做什么?奥巴马在做什么?在挑衣服,他在挑衣服。 那今天我们的课呢，我们来说一说你挑衣服的时候有哪些标准，哪些标准对你最重要，然后我们还要学怎么当售货员，我们怎么帮别人挑衣服，好不好？好吗？好。 Simon， 你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 我喜欢买便宜的衣服。Simon 说他喜欢买便宜的衣服，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一个标准。是价钱，一起说，一起说。价钱。那 Simon 喜欢买便宜的衣服，Simon 喜欢买价钱高还是低的衣服？低的衣服。价钱低的衣服，价钱低的衣服，非常好。还有谁？谁可以告诉我你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安藤。 我喜欢买高级品牌。高级的品牌？什么是高级的品牌？你们告诉我哪些品牌是高级的品牌？哪些品牌是高级的品牌？Gucci， Gucci， Gucci。赵老师的连衣裙 ，Prada， 我们说的是品牌。安畅喜欢买高级的，懂吗？ 懂 Gucci Prada 高级的品牌，安堂很时髦。那还有谁？还有谁可以说一说你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衣服？Justin 你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我喜欢买质量好的衣服。质量好，我们又看到另一个质量，质量，一起说，一起说质量。质量，质量，质量，什么东西质量好？什么样的东西质量好？ 什么样的东西质量很好？冬天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质量好？很保暖的，保暖的。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质量比较好？纯毛。纯毛的，非常好，赵老师，纯毛的，纯毛的。我们再说质量，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你们都喜欢穿黑色的吗？都喜欢穿黑色的，都买黑色的吗？对吗？对不对？都买黑色的衣服吗？你们？ 对，哦，里面是你的，所以没有，这不是黑色的，这不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标准是什么？一起说，这是什么？颜色，颜色，我们一起说一遍，长短和大小，你们说，长短和大小，样式，样式，颜色，质量，价钱，价钱，品牌，好，那赵老师这儿呢有很多的形容词。 有一些形容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形容词。啊，艾菲，你可以帮我给每一个人一个。嗯，
Serena 帮我给每一个人一个给他们然后呢你们拿着你们的卡到前面来我们有六个标准我们有质量价钱款式品牌大小和长短和颜色如果你有一张卡看一看艾莉的卡艾莉你可以这是什么艾莉好艾莉来艾莉可以来前面赵老师给她交条艾莉小号我们用它来说哪一个标准懂吗我们用我们用小号来说大小和长短这个标准懂吗好谁可以来快点来你给大家看一看时髦Catherine 很时髦我们用时髦来说什么Catherine 我们说款式或样式懂吗懂好赵师来我有两张你有两张卡啊好那你先来第一张先说第一张打折哦哪一个标准价钱你们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同意班长来一般给大家看看给他们看一般款式你们同意吗安烫说款式很一般可以不可以可以吗可以非常好谁可以来你也有一般 Justin 也有一般可是 Justin 我们可以放在哪儿我们可以说款式很一般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很一般品牌非常好 Justin 我们有两张一般我们可以说品牌很一般想一想我们还可以用一般来说什么还可以说什么什么很一般颜色可以说颜色还有呢看一看质量很一般懂吗非常好That video clip was helpful. I saw that the teacher interacted with the students and guided them to create categories first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ideas under each category. This strategy helps the students map and expand ideas and also organize vocabulary into groups that ar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ideas. With this preparation, the students in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activities showed confidence in using self-expression to respond and present ideas. Let's see the video clips of the application activities. Application Activity 1, comparing and commenting on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prioritizing criteria for selecting clothes. 赵老师买衣服的标准，我觉得三个标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赵老师觉得第一重要的标准是品牌，因为赵老师喜欢穿名牌的 Prada, Gucci, 品牌很高级。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别的老师说，哦，赵老师真时髦，懂吗？我觉得穿名牌会让别人觉得我很时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赵老师觉得第二重要的是质量，因为冬天嘛，冬天的时候，冬天天气怎么样？很冷。那如果天气冷的话，赵老师想穿保暖的衣服。什么样的衣服保暖？什么样的毛衣很保暖？纯毛的。所以赵老师觉得质量特别重要，质量对于我来说第二重要，品牌最重要，质量第二重要，因为赵老师喜欢穿纯毛的衣服，很暖和。第三重要的呢，赵老师觉得价钱，因为赵老师喜欢买物美价廉的衣服。你们知道什么是物美价廉的衣服吗？物是东西的意思，美是什么意思？美好看不好看？好看。好看。
价，价是什么意思？价是什么意思？看一看哪一个标准有价？嗯，哪一个有价？价钱。价钱，价钱，廉，廉是价钱低的意思，懂吗？懂。赵老师喜欢物美价廉的衣服，那赵老师喜欢便宜的还是贵的？赵老师喜欢便宜的还是贵的？便宜。便宜的。不知道。赵老师喜欢东西好的，物美价。价钱便宜的，懂了吗？懂了，价钱便宜的。好，那你们同意不同意赵老师的观点？你们想一想赵老师的标准，然后你们来说一说同意不同意，举手，举手说一说同意赵老师第一重要的标准，不同意赵老师第一重要的标准，为什么？可以说一说吗？可以说你同意不同意赵老师买衣服的标准。晒，我不同意赵老师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价钱比品牌重要。晒觉得价钱比品牌重要。那晒觉得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晒觉得价钱比品牌重要。现在我们来请你和你的朋友 ，OK？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六个标准，请你们选三个标准，请你们选三个最重要的标准，把它们排一排，哪三个是你最重要的标准？然后你要和你的朋友说一说为什么，你要和你的朋友说一说为什么，然后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朋友的观点。如果你和你的朋友的观点一样，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说什么？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懂不懂？你们可以练习一下，练习一下，说一说，说一说。我和三人的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一样，一样，都觉得质量很重要，质量很重要。Simon， 你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个观点很重要？说一说，我第一重要的观点，你的标准是。销量，质量，价钱，因为我没有手机。很好。我第二重要是衣冠是，因为我喜欢看时髦。好，我们请两个同学到前面来说一说。谢谢。不客气。他们真有礼貌。Robert 和 Justin。好。Justin， 你先说一说，你觉得哪些标准对你买东西最重要？我觉得，我说，你说，我第一重要的标准是，价钱，因为我不想花很多钱买衣服。第二重要的标准是质量，因为，质量好的衣服，很舒服。我第三重要的标准是大小和长短，因为很合适的衣服也很舒服。Robert 来说一说。我觉得第一重要是质量，因为我想买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衣服。第二重要是大小和长短，因为我觉得大小和长短都正好。第三重要是品牌，因为我喜欢穿流行品牌的衣服。好，请你们说想一想，然后你们两个来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 Justin 的观点？ Justin， 你同意不同意 Robert 观点？为什么？还是你们觉得你们的标准有一样的地方？你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不同意 Robert 第三的标准，因为我不在乎品牌是什么。嗯。Robert 来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 Justin 的标准？我不同意 Justin 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质量比价钱
很重要，更重要，质量比价钱更重要啊！你们觉得呢？你们同意不同意 Robert 和 Justin 的观点？为什么？你们来想一想，你们觉得举手说一说，同意不同意？或者你的观点和 Robert 和 Justin 的一样？第一个标准，第二标准，谁可以说一说？谁可以说一说？一来，我不同意 Justin 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质量比价钱更重要。那你同意 Robert 的观点吗？同意不同意 Robert 的观点？我同意 Robert 的观点。啊，同意 Robert 的观点。为什么你同意 Robert？ 你也觉得品牌重要？我喜欢穿名牌的衣服。依赖喜欢跟赵老师一样，和赵老师一样喜欢穿名牌。还有谁可以说一说？还有谁可以说一说？安堂说一说。我同意 Justin。第一重要的标准，因为我没有很多钱，所以安藤第一重要标准也是价钱，非常好，安藤非常好非常好。还有谁可以说 ？Dimitri 说一说。我不同意 Robert 的观点。我觉得品牌比质量，因为。比质量更重要。更重要，因为品牌名牌一直有很好的质量。哦，你们懂吗？名牌 Prada、Gucci 品牌好的，好的品牌的衣服质量怎么样？质量好不好？好。这是 Dimitri 的观点，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请你们回来，非常好 ，Justin Robert， 非常好。Application Activity 2。Selecting clothes or shoes from an online catalog. 赵老师呢，从京东网上下载了这些衣服的图片。然后我想让你和你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在这个网上，你们可以和你的朋友说一说，男孩们，你们想买哪双运动鞋？女孩可以说一说你们想买哪件毛衣，好吗？可以和朋友说一说，和朋友说一说，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会儿我们分享。我想买太贵了，可是一些东西。好，然后呢？无论都。我想买，我觉得。比你快。我想买李宁牌的鞋子，因为不但价钱很便宜，而且颜色很时髦。颜色时髦，嗯。你没事呢？那怎么是 Catherine？ 我想买Nike 牌的鞋子，虽然质量看起来很好，可是价钱太贵了。哦，虽然质量，那你想买不想买呢 ，Catherine？ 想买不想买？我想买，可是我不可以买，不可以买，因为价钱太贵了。非常好 ，Catherine。我想买。一双牌，因为我喜欢样子，所以很时髦。觉得很时髦，觉得这件衣服很时髦。Catherine 呢？我想买新鲜牌，因为不但款式很独特，而且价钱很便宜。哦，价钱，你们看多少钱？看了多少钱？多少钱？88块钱，是人民币，不是美金，是人民币，中国的钱，中国钱，所以很便宜，大概15块美金，便宜吗？很便宜，很便宜，老师很便宜，非常好。来，再说一说，不但而且，再说一说，为什么 ，Ali？ 一双牌，的毛衣，一双牌的毛衣，无论样式，质量。还是价钱都好。Catherine 呢？我不想买 Goody 牌，因为
Sui Ron, Shichun Mauda, Kusha, Jiaqian, Taiguila. 非常好。Application Activity 3. Presenting a dialogue at a clothing store.我可以怎么帮你？你想买什么衣服？我想买一件衬衫。我有一个舞会，可是我没有一件适合的衬衫。我们有今年最新款的衬衫，质量很好，请试试看。 我觉得这件衬衫看起来虽然大方，但是颜色一般。那件衬衫看起来很老气，是你爸爸穿的。你觉得这件衬衫怎么样？你可以去晚会穿，有很多比萨比。 让我试试，试试看。我觉得这件衬衫的质量不好，我最喜欢那件衬衫。我是小号的，你们有小号的吗？ 对不起，这个款式太流行了，我们小号的都卖完了。我喜欢那件衬衫，因为你们没有小号的，所以我不买了。你们有质量更好的 衬衫吗？ 这件衬衫无论质量还是颜色都很好，你试试看吗？让我看一下。那件衬衫穿起来很英俊。 你可以去晚会穿，女孩们都会喜欢你。我觉得这件衬衫的质量更好，我最喜欢这件衬衫，我想买，这件衬衫多少钱？100块钱。太贵了，你们有打折吗？如果你 真想买，我就可以打八折。太好了，我想买，我可以说话吗？你可以。这是你的衬衫。 I saw a lot of self-expression in the student language production. The students were using what they had learn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I agree. Mr. T,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application task 3, the presentation of a dialogue at a store. Is it better to have the students do a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instead of a rehearsed skit? I think so. Th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showe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and they were doing well at giving spontaneous responses. I think the teacher could push a little more to have a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instead of a rehearsed skit. Thank you, Mr. T. Goodbye. See you at the next TEQ lesson. Goodbye. Goodbye.